绝对的绝对。这首你也有，书你还挺超前的哈，这首歌我都不知道是什么，你看自动播放的。这首歌叫《Picture Me》。我们听一下萧亚轩的歌好不好？这是我的女神。先听一下这一首，我去唱 K 就很爱唱这一首，叫《冲动》。